电费贵得吓死人，但是冷气不吹，热到想要揍人。高温屡创新高，直逼38度，热到爆，热到冻尾条。冷气越吹越头痛，皮肤越吹越干，电扇空气越吹越脏，风扇角度受限，怎么吹都不舒服。雾化器不够凉爽，还让地上弄得湿哒哒。这些零零总总功能缺一不可，买起来就要好几万，这该怎么办？